哥哥，还有没有冲冲的？还有没有冲冲的？你连我几岁都不知道，你还叫我老婆？我22，我22岁，虚。弄什么？弄什么？欢迎不吃榴莲。欢迎新进来的哥哥，好吗？我们家哦，已经爬过山吗？没有，我从来没爬过山，我爬不动。我记得以前去爬山，那都是别人背我的，我是真的走不动啊，哥哥。来嘛，哥哥，哎呦，试一试的。一个飞机或者一个火箭就行啊。还有没有需要的？顶不住了。顶不住了，哥哥。哥哥，顶不住了，什么爬山都爬不动啊，不管是什么山我都爬不动呀。马上下播了，还有没有哥哥试试？小狗啊，小狗，小狗，你干嘛呢？小狗，还不赶紧的，还不赶紧爬过来，还不赶紧爬过来呀，小狗。让主人看看你发情的样子。昨晚舒服吗？什么昨晚舒服吗？挺舒服的，挺棒的，一个美妙的夜晚。
马上马上什么啊，哥哥？那不是很正常吗？下播了，下播了，我下播。